哦，他没补时。幻影我觉得要给会玩的人去玩，反正观念要比较清晰一点。因为他可以帮人家加很多东西。对啊，你要配置好，你三八都很重要，你要配置好蛋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张图好像没什么来过。让大家看看鬼花的邪力。我觉得二级风我还可以驾驭啊，到三级我就没办法，三级以上我都没办法。三级我没有办法驾驭。二级还行，二级我现在还行，三级就白了。阿猫，哇，有没有没有，对面也不能驾驭啊，超难的好不好，就没办法等打到 perfect 了。二级还可以，炮，哦，但是没关系，导弹的价值是在赶烟雾弹有出去就好了。对，啊，陈天雷，有人要死啦！敢，他还请我吃大便，完了。大便是干嘛？降等级。哇，你是不是要死啦？对。哇，开大招！哇靠！帝王般的礼遇耶，欠你钱是不是？直接开大招轰你耶，我天，我也是傻眼了，他觉得大招不值钱吧。大豹哥再轰一发他就下去了， go go 睡。我觉得有你在通，哦，你现在是花鸡，怎样？如果有宝宝在，好处就是，因为你对面一定不会有宝宝嘛，就没有人会禁掉，啊，没有人会禁掉，那生命回复就会扣在手上，扣到爽。对啊，刚刚就看到他们没选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是看到有鬼，欸，哦，他把他炸，他把他弄不见。我看到有鬼，我就那个选花鸡。我靠！又是你个三级风，这边吧，上啊！干！哇哇哇哇！风靠风！你这个风，爽死了！吹过去耶，嗨，繁星！水哦，差一只，爽死！我的导弹真的就是很导弹，是蛮导弹的，啊。对啊。哎哎哎！啊，欸，你就你有种，啊，有种就不要跑啊！有种就不要跑啊！啊，这只也可以啊，火爆王。哎，欸，火爆王，就你了。那就是他了，敢不要来个三级就好了。不要三级呀，啊！不要三级呀，啊！他下他永远下啊一级，申请的啦。你先混乱吧你！你们炸谁啊？我靠！哎，欸，你们这炸谁啊？没关系，还有一回合，你可以的。杨吉，我没了啦！你们谁要补他，啊？看，你
实我还有一个补，没有补他。哇哇啊！不过他还是掰啊。如果他死的话，哇哇哇哇哇！哇哇你这个突然补六六六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是我快撑不住了，这边路打不下去。没有，这边已经要打下去了啦。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啊，二级风啊，下去干干，不够不够，干完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你们在干嘛啊？为什么不轰那一只？你喊个攻击火爆王好不好？看攻击敌方火爆王，妈的嘞，完蛋啦，完起包哎、欸！哎、欸。欸哎哎哎哎哎哎，好复杂啊！哎、欸，不过也是火爆王哎、欸，没没没哇，完了完了，怎么是水鬼拿走？干队友真的是，干嘛一群智障哎、欸！我天啊！哦，看，这都打不到，怎么可能？没有风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打个火爆王有多困难？真的很难吗？我觉得我会死掉。妈，坚持哎、欸，坚持就是不打哎、欸。哦，救命哦！干他女儿！没关系，星星没有在，他不行哎、欸，这星星没，哇，对啊，这样星星拿不回来，星星拿不回来蛮惨。那他们到底那边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打一下火爆网哦。我这个位置打不到，鬼雷为什么打不到啊？鬼雷肯定可以啊，但我不知道在干嘛。炮管应该也可以打到啊，是不会哦。对啊，炮管也打，你刚刚还有无风带的。哇，这不打不行，打不到太扯。你不要跟我讲说这打不到哦，这一定要打到的，看。他自己跑去那边干嘛？干个起爆哎、欸！我靠，我快受不了了！干，怎是隐形的？就不知道那边有人了是不是？我打好不好？妈的，一群智障，这样都不会秒。有啦，我们这边已经那个。我们领先了。他死了吗？不知道啊，应该是死了吧，不然哪来那么多？没有，还没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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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哎，真的，他还活着哎。我记得他身上好像有三颗。啊，水鬼被谁炸死了？水鬼应该他自己下去的吧？他自己下去的？不可能吧？他是被谁打死？没有啊。快啦，打那个就好，就赢了啦！对，把直接把他炸下去了。你他妈的要不要下去啊？去死啊！干，快下去啊！那个点头都不能打，干干
你的。不是啊，到底是干嘛啊？是不会炸自己是不是？刚才不知道那么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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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，看，没人知道那边有人是不是？看，我真的快笑死！看里面就，看鬼的，鬼的就炸自己哦！干嘛炸死那个我们就完了？干，干，鬼玩下去就完了。没完，没有障碍物，撑过这回合。完了，死了，输了。没关系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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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把他打掉就可以了。妈的，在你旁边看到了没？十一个星星的，你几疯？妈，你不打，我打啦！干！哎、欸，你准一点哦，别闹哦。我不管啦！干！我靠！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在那啊？我的天！哇靠！我那没办法、啊，这一击风怎么会打不到？怪了，我的包就这样没了。哎、欸，你也烂哎、欸！意外哦，干那个东西就这样子吗？你大操！哎、欸，那个东西就只要一发而已。不是，重点是他在旁边这么久，他干嘛不自爆就好了？对，他不知道啊，他真的不知道。你不要再怪他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头好痛啊！他早点直接跟那家911一起下去就好了。